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婷，今天我们来吃麻辣兔头尝视频的哦，喜欢看兔头的不要错过啊！哇，刚加热出来的，好烫，绝绝的，我的手镯。掉进去了，我老爸在打电话，你们听得到吗？好辣呀！脑花，看，完整的脑花，它有的是炒碎的，这个挺幸运的，完整的。再来，哇，趁热吃，老香了。好辣呀！哇，太辣了！我的妈呀！啊，辣死我了，不行了！吓死我了！继续，这就是美食的诱惑力，吓死我也得吃。直接啃。感觉这个真的是要多辣有多辣，眼睛都会吃，太辣了。只要能把我辣到，我都会流鼻涕。但是好好吃啊，停不下来，上架。辣死我了，是我吃太快了吧？